这个真的很舒服。我是跟着谁走？我是跟着谁走？前面呢？前面随便打。然后他一上来把我们直接给没关系，有两条。他们也、如果老王爹要是是，就差了三分四分。对，老爹对。他要拿了冠军，就不差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我觉得我跳科学馆吧，就我一个人跳科学馆，只有花一个人。我本来还想说跳科学馆可以钢枪的。火焰村跳的比较多，比较多。哎，这个我们也许会尝试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大声念出我的名字。好远的看点。然后还有那一波一传三。哎，别哭了，真的得再哭个展开精彩了，真的。现场都在尖叫。天女，如果你不再惹吃鸡，他们得先吃鸡那队上完你们四个人，再丢在这。最重要的是感应哥横扫天人，横扫那一波，然后让他们十点前吞吃鸡。这个比职业赛要简单太多。而且没有，手拿把枪。